12月14日，星爵克里斯·帕特拉发文，宣布成功求婚施瓦辛格长女凯瑟琳·施瓦辛格。12月14日，在凯瑟琳生日当天，两人正式官宣恋情。星爵发文道：亲爱的凯瑟琳，好开心你说了愿意，我是多么激动将要和你结婚，很骄傲能无畏并心怀信念与你一起生活。据悉，凯瑟琳·施瓦辛格是终结者阿诺·施瓦辛格的大女儿，二人曾在今年六月被拍到约会。凯瑟琳比帕拉特小十岁，是一名童书作家，虽然生长在名人家庭，但作为圈外人十分低调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